各位同学，我们今天上课所要讲解的题目是睡。睡有很多种，有小的睡、大的睡、长期的睡、短期的睡，还有沉睡、昏睡、更有不睡、早睡、晚睡，还有上课不要打瞌睡。中华民国万万岁！酷威不能倒会，天空人岁月。中华民国万万岁！酷威不能台湾经济起源。中华民国万万岁！酷威是咱中华人生的哲学。中华民国万万岁！欢乐的想多，去体育馆来站着好好。中华民国万万岁，